第11题部分的话，特别注意这里哦，就要用哪一个功能呢？前面有用过有没有？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回转啊，回转。那回转的概念就是你要先有一个面，它会自己帮你转360度，还有印象吗？回转360度。所以哦，你这边你就必须要先有一个面，有没有？它这边还有那个，你要先有一个轴，所以这要先画出一个轴，然后还要画出一个形状。这个形状哈，这个形状部分的话呢，就是在17至12页有中间的地方，还好它有给我们一半的位置，所以其实你只要做出这边当轴嘛哈，那轴过来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图形，那这边有圆角，那么这边有个斜边哈，要先把这边画出来，那这边这条线要删除，这个当轴，这边的东西要让回转的这个哈，它的一个面，那就360度回转就帮我们画出来了。那画出来之后，上面有3个这个东西有没有？3个缺口，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轴上面画一个方块，底下要做圆角，要4个，要把这边怎么样呢？插集掉，才可以画出这个。那这一题算起来哈，跟上面前面几题比起来，难度又更高，哦，难度又更高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想回去有时间可以先想想看怎么画这一题哈。啊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因为哈，我们这个上课的话。